各位同学好，我们现在分享实务讲第九章银行业资产负债表探讨第二个单元。那么这个单元最主要的学习目标有两项，第一个就是说了解银行在经营上面临哪些挑战，第二个了解银行管理的基本原则的操作模式。好，那么我们现在就依序给各位同学做一个介绍。那么首先我们探讨说银行管理的一些基本的一个挑战。那么银行在经营上所面临哪些挑战，我们在前面的这个资产负债表当中，我们就负债方面我们可以发现说银行的货币性负债跟非货币性负债，虽然说目前在整个经济环境的转型当中，那么客户的这个存款形态有所改变，但是这两个项目还是扮演的当前银行负债的主要项目。那么这些客户的钱呢，银行一定要充足的现金的准备来应付客户提存这个需要，所以在这种情况呢就产生流动性的问题等等。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还有换款也是如此。好，那我们现在依序给同学来先这个来做介绍一下。那么首先第一个挑战呢，也就是说存款外流的问题。这个存款外流的问题当中，各位同学可以了解，因为银行必须要充足的库存现金来应付客户提存的这个需要。如果说银行呢这个流动性不足，势必会造成一般所讲的挤兑的危机，进而的造成银行的一个风暴。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有关这个存款的外流呢，就会造成未来流动性的一个控管问题，也就是流动性的一个管理的问题。那么第二个问题呢，也就一般所讲的违约的风险。因为银行呢是透过挤债的方式所获得这个资金来办理换款，当然换款呢一定有风险，投资当然也有风险。那么尤其换款呢必须要到某一个时日现金本金起回跟利息才算美好的一个换款。但是同时你可以了解，在这么长的受限期间呢，客户难免会发生一些变化，引起违约的风险。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资产要怎么去管理也是变成银行一个严肃的这个挑战。那么再来第三个，有关于这个资金就成本的控管。坦白讲，银行的钱都来自于客户的辛苦钱，那么银行在吸收这种存款来办理换款，当然银行必须付出代价在成本。现在坦白讲，金融市场非常的发达，那么客户他有很充分的选择空间，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有关于利息的一个变化势必变成未来一个严肃的挑战。那么银行呢如何来控管这个成本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银行才有办法享受合理的利润。所以这个成本的控管问题当中呢，那么就变成负债的管理负债的管理。那么再讲到说银行的资本的问题，任何一家行业都要一定的资本，当然这个资本就是维护这个产业承担风险的基本的一个资本。就像刚才我们前面已经讲过的，因为现在财务工程虽然这么的发达，这么的进步，但是还没有有一个说 model 财务的模型能够测定说任何一个行业，尤其银行，到底你的资本要多少，才有办法承担银行所面临的这种经营的风险，目前还没有。就像过去我们在银行开放的期间，每家新银行的这个资本在100亿，我就给同学讲这100亿怎么来的，包括你问官方大概没有答案，我们只能很草率告诉你，基于大家参与共享的原则，所以的资本就比较便宜。但是以国外的这个资本呢，动辄最少都要几千亿的，不像说我们100亿就可以成为一家银行，100亿就可以成为一家银行。你想看看，银行用100亿的资本，
他就可以面对不特定社会大众来吸收存款办理还款。如果他的行销能力很强的话，他一百亿要创造一百亿的负一千亿的负债，一兆的负债绝对不是问题。也就他的杠杆的倍数绝对非常的大，承担风险非常大。所以有关于这个银行资本呢，也变成说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也就是银行的资本市足率的这个市足性这个管理的问题。另外再讲到一个表外的业务，那么我们在前面讲到银行的传统业务是存款跟换款，还有一般所讲的服务，说保管会的，以及开发信用这个一般说信用工具啊等等金融卡之类的一些其他业务。不管说你的授信一个是没有提示旁的授，一个是换款的授，另外一个服务或其他，坦白讲，面对当前银行的环境呢，要靠这个收入确实也是一个严酷的挑战。所以银行都开发很多新型商品，表外业务就属于说衍生性的商品，像期货啦、选择权啦、换汇，这些是从传统的商品做基础，透过金融科技的协助所衍生出来的。像期货是买空卖空，你可以在现货买，在期货卖，在现货卖，在期货买，来这个换空或来分摊这个风险。那么面对这些资产负债表外业务的一些风险，银行要怎么去控管？要怎么去控管，也是变成未来一个严肃的挑战的问题。那么这是五个，就是未来银行所必须面对的严肃的一个考验。也就未来银行你要生存，你要获得客户的信任跟重视，你要获得客户的忠诚跟往来，那么你这几项呢必须严肃的加以去管理。就像我们前面所讲的，银行的定价是在风险之下你去定价，问题呢，你的定价呢必须获得客户的肯定认同跟接受。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涉及到你的专业，你的社会的这个责任，而且任何的定价都具有教育的功能。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你的专业，你的定价技巧真的就非常非常的重要。否则这么多家银行，那你要具有竞争力，你的成本的控管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否则你没办法生存于这个竞争的行业当中。这一点是给同学了解说，每一种行业都会有一种挑战，包括我们做人都是一样，未来挑战更严酷，你要面对职场的不确定，工作的不稳定，所延伸未来的一个生活的困境跟挑战，绝对会超乎以往，超乎以往。加上未来整个这个一般说人性上的变化，以至于的没有办法符合人性的一个本质，导致的人跟人之间一种斗争跟伤害，可能会比当前更甚，这个都是一个挑战，这个挑战也是我们教育急需克服的一个盲点，如何找回人性，确保人性善良光的一个发扬，这个是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也顺便给各位同学了解说，未来挑战是必然的，你要接受挑战勇气，你才有存活的机会，不是说只有银行面临挑战，各行各业包括现在政府的挑战会比以往更严肃，任何一个政策的偏误所带来的伤害真的非常严重。就像我们过去最近嘛，现在这个低薪化，即使是过去政府的为了营造就业的美景，美化就业，那么所提供的低薪的一个一般所讲的这个政策，导致有样学样，企业就依这种模式来定价，就变成一个风气，就变成一个习惯，到现在没有办法扭转，没有办法扭转。所以很多这个政策上的一些不当所延伸的灾难，我们都没有办法去思考去应对，这才是我们的悲哀。也顺便给同学分享一下，未来真的要靠自己，要严肃的面对自己的未来，要严肃的去面对这个挑战，
绝对会超出你的想象，但是我们要勇气去克服，因为我们是有智慧的，因为我们是有自信的，否则马上会被淘汰。哦，这是我们必须面临的一个难关，也是必须面临一个挑战跟突破一个课题。好，那么再来我们再回归第二个说银行管理的基本原则。其实各位同学，它的原则就是一个存活的机会，也就是面对这些挑战我们要怎么去应对，我们绝对不能逃避，因为现在不是逃避的时候，坦白讲我们要勇敢去面对。哦，勇敢去面对，就像我在给同学报告，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缺口，每一个人都有不一样的逆境，坦白讲每一个人都在逆境缺口当中学习存活的一种智慧。我们要怎么学习休息？学习啊，这个一般说讲付出，学习承担，学习放下。真的没有一个人说你再怎么风光，他都他有一定的逆境，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啊，所以这点同学不要羡慕，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逆境，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缺口，不必羡慕别人。啊，只要肯定自己，好好的啊耕耘自己，我相信你都可以找到我们生命的归宿。也就是像说，营养管理的基本原则当中，人也要有管理自我的一些原则，这样你才会活得有尊严，你才会活得被人家尊重。好，这一点顺便给各位同学了解。尤其像流动性管理，就现金管理，你也必须要一定的现金，没有现金你没有办法活。尤其现在物价这么高涨，坦白讲，有些时候看到人家没钱的话，真的很难过。同样是人，为何如此？哦，所以说这一点各位同学，我们都要去理解。哦，如果你真的没有现金，真的呢，当然钱不是万能，但没有它万万不能。任何行业都一样，你没有现金，就是等待倒闭；银行就等待挤兑，都一样的道理。所以这个观念不是只有银行，任何行业都要。但是银行有银行的一个领域，银行有银行的做法，但是它的基本的精神，它的基本的价值应该都如此。那么有关于这个流动性管理当中呢，当然最主要的我们看几个银行这个核心，大家说银行要足够的现金来应付客户提起的需要。所以在讲到银行特性当中，我们特别针对银行要有充分足够的库存准备金，它的道理就在这里。那么银行为了能够确保足够的流动性，所以第一个要建立准备金制度，也就是银行一定要足够的准备金。因为如果你没有足够准备金，当银行发生亏损，你势必是个途径向中央银行借钱，那你要付利息，而且要给中央银行打记号，你是怎么经营，经营大家要需要向中央银行来借钱。那么向同业借钱你要付利息，那你卖证券啊，那么因为我们在资产当中有证券投资嘛，你要承担证券下跌的价格风险。那么你要收回贷款，时间没到你也不能收啊，到了你回收不能展延，你会流失客户，所以风险很大啊。就像各位同学也是一样，你现金不足，你就要向人家去借啊。当然你的方法，你的途径可没有像银行这么多的啊这个来源。所以这种情况就真的，我们有些时候面对现实就事论事，真的人也要懂得怎么去规划，怎么去保护自己，真的要活得有智慧一点，你才有办法有开心的这个人生，否则你会活得很辛苦，活得很辛苦。那么再来第二个是一般流动性比例啊，这是法令规定的，像过去我们规定流动资产的比例啊是7%。啊，现在已经开始10%啊。不过各位同学，现在银行流动比例都比10%更多了，表示现在整个国家的经济不是很好，厂商借起来利率也不是很高，但银行也不大敢放款，所以变成两相为难啊，两相为难，一个想借也借不到，一个也不敢借，所以这是一个危机啊。为什么气候这样？其实很多的信息不是代表它的数字而已，它背后所隐藏的意义
跟警惕才是我们最重要。但很遗憾的，一般人都不会在意这些背后所隐藏的意义跟警性，才会使很多问题恶化。所以说坦白讲的，真的有智慧与良心的问题不会这么多了，不会这么多。你看现在台湾从我们生活到这样的，不会发生这个停电。这是我前次录影回去说家停电半个小时，我住了这么多久，几十年的从来没有停过电，第一次停电，还没有到家，人家打电话问我，我说我家没有停电，原来到家时的，刚真的人很有福报，我到家刚好复电，一到家马上复电，他说你看看停45分钟，真的还是善良一点都很有福报，这一点是给同学很多的分享，确实如此，所以常常给同学了解。人要善良一定要活，不是给同学胡说八道了，真的啦。你善良，你读书考试都会考中，真的，这是千真万确的。所以人的本性绝对不能外境而迷失而堕落，要坚持我们善良的本性，绝对会有好的福报。真的有些事非常玄妙，给同学做分享，这个不是给同学开玩笑，对不对？你看一到家马上复电，对不对？我人家打过之后说真的，这很奇妙。所以人真的要善良一点，真的啦，你再怎么邪恶，赚到很多邪恶的肮脏钱，真的啦，跟你分享的人都有罪过，所以你要去理解哈。所以流动比目前都蛮高的，代表说我们的景气不是很好。所以我们看的这个背后的信，我们不会看那个数字的高低，我们看的是背后的景气。你才有办法拿应变，所以一个有智慧的当政者，你要去透过这样去了解，人民的灾难没有产生，你要预先避免灾难；电还没有停电，你要预先不能停，不用吹牛的；营养也是一样，不用吹牛的，那是一个罪恶的，对不对？你现在能够当选什么总经理啊、董事长，是你前世累积的功德，对不对？的回报。但是你透过这个机会没有做适度的回馈苍生，那你的罪恶太重了，你倒不如不要这种福报，你这种福报带给你是一个灾难。所以人要有这种审视呢，你可以活得这么好，我们就活得这么辛苦，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同样是人，你为什么过得这么幸福，过得这么悲惨？你想也可以了解，都有它的道理，你要去珍惜，你要去感恩，你要去付出，不要自以为是，对不对？你开车，你坐车有人家坐司机给你开门，连坐椅子还有人家给你弄好，连坐椅子你都不会坐，你凭什么有这种福报？是你前世累积来的，有这种福报，你要感恩，你要回馈，你要赚更多的事来回馈，这才是对的。当你接受人家服务，坦白讲，那是一个罪过呢，那是一个损福报的呢，对不对？一个有智慧的人，一切都自己来。因为我们坦白，就像我们三餐吃这么好，我们真要感恩，我们何德何能能够享受这么好的美食，我们都用感恩的心，对不对？感谢太多的人，所以每一个人都要用感恩的心。再来第二是这个期限的切口，这个期限的切口最主要说，因为你资金有中期、长期、短期，当然营养最主要是以短期资金做长期用的，你要怎么样去控管，怎样去控管，确保这个切口过大可能会造成一个资金调度的不灵光，那你的流动性危机就产生了。再来第一是存放比例，这个存放比例太高的，当然你可以创造很多利润，问题流动性会不足。当然理论上说 80% 是警戒线，我想这个数字不是很重要的，只是告诉你说超这个会带给你流动性的问题。你要赚钱之余，你必须考虑到说它背后所隐藏的一些危机的问题的，而不是说这个数字80%就会怎么样的，不是这样的啦。它只是告诉你说，当你超过这个，你要考虑流动性有没有够，按了过，你什么都可以做。再第二个讲到资产的管理，那么这个资产管理当中呢，各位同学最重要违约风险。坦白讲，一个良好的放款到期，本金都要回收，本金都要回收是最完美的一个放款。但是呢，你在这个完美的放款当中，你要做出必要的付出。所以天下没有白吃午餐，大家在这里一定要付出，你才要回收。
也就是说你事情要做非常妥善的良善的管理。那管理方式当中有几个做法，第一个资产管理的做法，资产管理做法第一个你要提高信用贷款的质跟量，第二个的你要资产的优质化跟多元化，第三个你要购买正优质化的证券，第四个你要适度的保留资产流动性。各位同学，其实这四个标题给同学了解都非常美好，问题有没有办法做到？话大家都会讲，就像同学你可以听到，道理大家都很懂，问题要怎么去执行？方向是这样是没有错，如果这样几次都美好，所以有些时候真的我们是非常无奈，只能这样做而已啊。如何做，就靠你的专业，你的智巧。所以任何事每个人都是不一样，是你的智巧、你的智慧、你的巧妙运用的智妙法，这没有绝对的。在资产管理原则当中有六大原则，其实这每个原则你都细细分享有很多人生哲理，但因为这时间半个小时真的有限了，所以只能把方向告诉你。第一个，你要慎选借款户跟信息收集，了解这个借款户是怎样，避免逆向选择，避免道德危机。第二个，限制性条款约束，任何贷款，你说你要做什么投资，你转变投资，视同盗取，视同回收，没话讲。像花旗银行做就很彻底，对不对？就很彻底。你改变放款用途，那马上回收。第三个，长期往来关系的建立，就跟好的客户，你建立长期往来关系，起码可以收集很多资料，了解这个公司经营动态，你可以适时采取对策，这个是非常必要。所以为什么银行都有外勤的，对一些好客户会常常跟这个保持密切的往来关系，道理在这个地方。第四个，签订这个放款意向书，也就跟一些比较好的客户，跟他签订不定期的一个放款，短期、长期都可以。你要用动用资金，随时用，对不对？也不要什么任何手续，可以维持一定的关系，这样他就不会变心了，到其他银行的。再信用配型，信用配型说你要借100万，我不一定要给你100万，我可以给你50万，可以避免你道德危机。最后的，我们常常讲说，银行账簿在这个地方抵押品。其实我们前面讲到这个授信分析当中，5W、5C、5P，其实还是以担保物的，还要补偿存款。你借100万，你要回存20万，等于变相提高利率的。假定你发生危机，起码我可以确保20。不过这种心态不健康、不成熟了。顺便给同学了解说，做法有很多种，但怎样做法比较成熟？就像各位同学面临各种事物的一个变化，要懂得怎么样去理性，怎么样去选择、去判断，很重要。所以理性跟判断是现在当前社会上不能或缺的一个技巧。做什么事情要理性，要判断，不要糊里糊涂。真的，任何一个闪失，我没有办法承担。而且现在社会人很坏，我告诉你，真的非常坏，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政策、法令、规章不严谨嘛，有样学样嘛，没有样自己看样嘛，导致说现在非常乱。第三个，负债管理，这个负债管理当然是要成本的控管。那么负债管理当中最主要几个负债管理特征，都负债管理特征，第一个，它的资产负债表当中的负债，它以非存款性为主，非存款性，而且它是以出价方式。当然政府可能就在利率上的一个限制，而且第三个，以出售负债方式取得资金，因为银行都是以负债方式取得资金来办理放款嘛。那么负债管理最重要的两个原则，利率风险，利率风险。那么这个利率风险管理方法两个，一个缺口，缺口同学就是说敏感性资产跟敏感性负债的缺口，如果是正缺口的，那利率提高，你敏感性资产要多一点；那么利率降低，你敏感性资产少一点。所以缺口管理我认为当然非常好用，因为未来的利率一定会上涨。所以在这种情况，正缺口跟负缺口，你要怎么去控管，会影响到银行的资金成本，会影响到银行的存活，我们都要去了解。
所以任何一个经营者头脑要清醒啊，要清醒，要应变，要危机啊判断跟处理的能力的。就像我们在学习，不是学习是不是高低，在学习对事物的判断的能力，在持续期间，这是告诉同学，因为资产跟放款也期间不一样，那么也长短会影响到利率，那怎么去控管？当然我们讲义上写非常详细，有一些公式你可以去了解。持续时间偿还，透过利率的变化，哪些资产要偿，负债要偿，要拓越长短来再调整，这有关负债这个管理。那么讲到资本自主性的这个管理当中呢，那么资本自主性管理当然以核心呢，就是说银行要定的资本，它的理由有三大理由。第一个，银行要维持一定的资本，银行要维持一定的资本，那么这个资本当中最主要避免银行的破产。第二个，确保股东的报酬率，股东报酬率的最重要来自两个，一个是资产报酬率，一个是股东权益的报酬率的，你在买股票这两个最重要，这两个如果说资产报酬率都大于20%的，股东权益都超过15%，那这家公司你买的绝对没有问题的，光配息绝对比银行的定存更高了。但各位同学，人要有善良，你才有理智，上帝才会赐给你财富，你才会有清晰的理性的去判断。坦白讲，人为什么会失败？因为你用情绪，欠缺理性。所以理性是成就你很重要的一个关键。问题我们都会理性，因为我们都是太情绪化的，动不动就生气，动不动就发火，对不对？很多财气就被你一怒就丧失的，一气就没有灭亡的。所以人绝对要克制自己的情绪，才有办法确保你的财富。还有主管机关的要求，主管机关的要求。另外，巴塞尔资本协定当中有特别规范，特别规范，它是国际清算银行的一个属下一个组织，来确保国际间银行的公平竞争的一些基本要规范。它有三版，第一版1998年自家实施，你的资本市足率要达到8%，也就是你的自有资本占你的资产要8%以上，所以它最主要是衡量在你的这个信用风险跟市场风险。第二版呢，2006年要实施，你的资本市足率还是8%，但是你要做到三点，它要求三点：最低资本的要求、监理审查程序，还有市场的制约，就市场的一个约束。第三版呢，2013年要实施，2019要符合规定，重新制定最低资本的提高到10.5%，也就八再加2.5%的缓冲。另外提出一个非常棒的观念：资本保留缓冲跟抗景气的循环的缓冲，也就一般俗称的逆循环资本缓冲的观念。这个观念用两个指标去衡量，一个是说流动性覆盖比例，衡量短期资金一个以内的一个流动性的资金的一个确保，另外一个是用这个净稳定的这个资金比例，就是说最主要是确保差1年以上的流动性资金的一个确保，用这两个指标来确保缓景气的一些措施。另外我们讲到第五个，表外业务的管理。这个表外业务管理当中最主要建构风险的评估程序和完善的内部的控管制度。好，谢谢各位同学的收看。